金牌的是中国选手徐梦桃。从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到2018年的平昌冬奥，徐梦桃每次都带着为国争金的梦想站上赛场，却带着不同的遗憾踏雪而归。31岁的徐梦桃终于完成了自己20岁的梦想。我是第一，真正不是真正的有梦想和有目标，我说给你多少钱，给你多大动力，你都不会去练的。天微亮，跟太阳比早，人潮像海浪滔滔，你只能努力奔跑。有时我也感到疲劳，放弃或停住煎熬，不去让梦淘爆料。任风嘲笑，内心在燃烧。可是要第一就不能停下来，感觉到痛，生命才存在。再小的人也能变雄帅，哪怕是一步一步永不言败。我是第一吗？我是第一吗？是第一，徐梦桃，你是第一。空中技巧的奥运首金，从这一刻开始，徐梦桃的运动生涯。